我们人和我一样，月亮不睡你不睡，过着呀整天奶茶框框去，火锅烧烤哭哭吃，那素颜一看啊，就是削完的苹果放了半天啊，又黄又干吧。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说明啊，你该小心暗沉和光老化了。欧蕾超抗小白瓶里面的核心成分葛糖素啊，抗糖减黄这个事儿，你就放心交给他。他呢还用高纯度烟酰胺来作证，可能大家呢对于烟酰胺还局限在这个去黄提亮上啊，但是它纯度加到了99.7%，除了抗糖抗氧，还能抗光老，帮我们啊把防晒拦不住的光损伤给修护好。主打的一个思路啊，就是让咱们脸蛋发光，把细嫩滑贯彻到底。我大概呢是用了半个多月吧，不夸张的说啊，我现在不化妆都敢出门，素颜也不怕原相机啊。日常有美白需求的，你涂完了水之后就给它挤三泵，质地呢就是这一种乳液状，保湿还不黏腻。我一般啊顺带就把脖子也给它涂一下，把色差的问题都防住了。那除了日常正常的去使用它之外呢，我再教你们一个急救方法。先啊薄涂一层精华给它按摩吸收了，再拿一片补水面膜给它敷上，完事之后呢再涂一层精华，就这一套流程下来呀，你的脸蛋自然就透亮了，散发出那种自然的光泽。而且哦，你会发现你上妆都变服帖了，出门一整天都不会氧化暗沉，这个价位就能拿下，是真的赚到了。